出来，我哥仨去吃点饭，肚包肉，哎，老腻了那东西，吃一个就解馋了，嗯，解馋。人家这有洒水车了，把马路洒得光溜溜。找一个肚包肉。在前面呢，我感觉是不是在导航？这就行。把电线杆撞。以前老高我俩来了三次了，都没有肚包骨髓，看看今天有没有吧。我那个就吃点牛心，但是好像我们不会点。哎，看图说话了，看图说吧。有。看图说话，这还是不会点了。牛舌头，这是拿手机翻译，搜图片，点餐。这个。里面那个没有还有什么到哪儿都难不住这个。我来好几个好吃的啊。肺啥？不，肺。羊肺。牛肺。还有羊的。羊肠。有翻译软件就是好。羊肠，羊掌，烧的这个。怎么了？辣子。怎么样？收拾好了。几点来？几点来？啥？几点来？几点回来？哦，八九十来点啊。八九十。八点。八点回不去。好，老师打电话。哦，老师打电话，你学习就行了。早点来。哦，早点回来。哦。吃完饭了吧？早点。挂了。这是舌头是吧？嗯。蛇，蘸点咖喱汤吧。蘸点，好吃，是不是很棒？这个不知道叫啥，但是面里面是鸡蛋，然后加的肉馅，闻起来是特别香的。要是有醋就好了。不过看这意思，咱们这没有醋。羊肠子，都是肉，下水肉。一会儿大菜要上了。肚包骨髓啊，那一块吃下去以后就腻了。这是骨髓，一会儿肚包骨髓。其实这个东西，咱们仨要一份到两份就够了。四个花瓶喝多了。这个比喝酒劲儿大，对。重头戏来了，快趁热吃。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吃一个啊。这就拧着腻了吗？先来一个先。来一个。烫嘴。正好能烫舌头。里面都是油。都是油。一推下去。小刀。烫个包。不怕烫。不烫。他能吃烫，不是说不烫。老高不信，非得试试。啊，你后面那桌子真棒。
烫吗？不是烫，吃油了。嗯，烤箱里面没放盐，得趁热吃这东西。嗯，凉一点都糊嘴。就这玩意儿，一人吃了两个，要了打包盒带走。太腻了，吃不下。你要拿包一点给沙鸡。对，这没人吃这东西，实在吃不下了，太腻了，打包。那小哥给那个拿回去。腻的很。哇，太腻了，现在上头，头晕。回去。在国内也是，你不喝酒的时候，总也没人没有查那个酒驾的。你要喝酒就有人查。这就在喝酒。嗯，电话响了，就是手机。哎呀，司机，司机，你这是五 G 安全带。还有无证驾驶，我这个市民举报啊！你这个打通不说的是吧？就让我听高兴哭啊！嗯、都是这套的，要都让孩子给你哭，受多大委屈！油门都敲废了，嗯，这也是好像是都关了，关门了。嗯，这家的这个灯弄的是挺漂亮。嗯、这家不是，这是他们家结婚吗？停到大门口。终于收拾好了。这是夜晚，是相当的安静。我们上来就开着一个灯，有点亮了。虽然说不干净吧，但是今天初步的收拾出来了，还也行。明天再好好收拾一下。明天买个鞋架，然后放在外面，每天就把这鞋晒上就行。